大家好，我是旁白。究竟社团料理是吃什么的呢？看古惑仔看到都是对啤加只汁。现在不是吃这些的了。想知道吃什么，那就要召唤江湖速报。啊，不是，是江湖饭局。介绍下今次饭局先啦。是星期一夜晚，位于尖沙咀海港城一间高级中菜馆举行。第一道品尝的社团料理是冧到成座山咁高的长脚蟹。诶，第二道就是自怕你不喝，你肯喝，喝到你酒精中毒都得的大量贵州茅台 XO 和威士忌。诶，第三道是在竹地先会见到原条四尺长蓝鳍吞拿鱼，据了解价值大约100,000元的。诶，能够品尝咁名贵嘅社团料理，一睇就知系香港需要嘅人才啦。冇错，今次饭局系14K 肥狗啲僆豪宅过100万请大佬嘅英雄宴嚟，感激肥狗大协好生意啊！其中奶嘴、楚源、大宝就系14K 最揾得钱嘅人，佢哋请咗过百人嚟，更加唔使宾客俾礼金，各路人马都有到场噶。14K 自己人就有老汉、沙头超、豆腐荣、葵佬同街侍卫前妻司徒玉莲，圣和就有傻福、阿泽、ETB、苗街朗、萧汉，今届坐馆肥仔亮，水房就有黑仔街、叶仔、肥启、大妈、福珠、老二，今届话事人文头啊，老身就有细 B、跛荣、姐仔出席。据了解，呢次江湖饭局原本收得好密实噶，之前警方从来冇接触过主办方，直到开席前一刻，大批警察先到场，怀疑系有人走漏风声啊！而十几个 O 记嚟到对下嘴，抄低咗部分人嘅身份证就走咗。晚宴继续，咁庞白师都唱下歌助下兴啦。我嗰次跟个朋友走去海港城度蒲，佢拍晒心口话跟大佬实误入歧途，我话 no no no， 然后唔知点算好，最好依家即刻走去医好个肚。咦，种菜好喎，啲装修 wonderful， 班大佬着晒 polo， 摆晒 pose hello， 因为你哋睇紧嘅系江湖速报，都未坐定，已经见到四尺 tuna， 擦咗咁耐，仲咁 hungry， 咁样落去会食到几时？茅台超过一打，好过孖蒸，热嘅饮咗咁耐，又试下加冰。无论系大事定小事 ，Channel C 揾尽方法话你知，呢、这个就系出 app 嘅意义。一机在手，包罗万有，中意睇片定系睇字，全靠你一只手指。不论件事开心唔开心，对你好重要定系食花生。Channel C 每日都会由起身陪到你去瞓 ，Channel C app。貼地全真，快啲 download 啦！